画杨桃下 Kambu serengan jawa me 同学们你们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老主座，今年老大了几把干苏和，但俺自己老着黑的音，他妈的，老的光明能在脑下就这些。下用前排，前排，蹲站。蹲站靠边儿，靠边儿，술자리，술자리，准确，准确，챈튼，챈튼，我们的座位在前排靠边儿的地方。我们的座位在前排靠边儿的地方。印度萨站阿米苏尔藏纳月，印度萨站阿米苏尔藏纳月。同学们，我们继续学习画杨桃的课文。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新句子。老主座，爹爹阿姐问他呢，康布斯尔安这娃是为啷么的兄弟人？托马阿金娘的名字萨巴了几大？名字萨巴，神情。남주르，严肃。잡내，教会。합샤。老师的神情变得严肃了。我交给老师，看他怎么说。老师，您的神情怎么这么严肃？你给给了这里，去这些鸡蛋。给了，去等着咱那些的阵营。你觉得嘉玲画的不像吗？那他画的像什么呢？老爹鸡要么真门给当人们的这些当战斗啊。不像，像五星。对，刚刚这当战斗啊。你到嘉玲这个角度来看看。确实老爹也算的对吗？啊，果然像五星。哦，我妈刚刚当战斗啊。看的角度不同，杨桃的样子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大三门站位康比南巴等门站了，俺去让上个米线了一千元个。老师的教诲我记住了。给给这哈家你参谋了家语。好了，同学们，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呀，老主座，你个人得了的才有几次大阿姐。第二个名字三倍的高点了几大？他念这些，神情，神情就是神态和表情。남주르呢？남바댄동라세？严肃，严肃就是指神情和周围气氛等等，庄严肃穆，使人感到敬畏。잡내呢？八月等咱不咱不叫能把那些教会，教会就是教育诱导的意思。他不叫呢西班牙语你懂托索红下大那些。同学们，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新句子，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楼主座，第二个名字三百的侬老中学杂技，但我今年的今天啊，伦敦下雨，
神情，神情。남주르，남주르。严肃，严肃。잡내，잡내。教会，教会。탑샤，탑샤。老师的神情变得严肃了，老师的神情变得严肃了。개겜제남주르잡내듣주르개겜제남주르잡내듣주르팬츠제모제와로주초대린가민치사바나히에숑다겐지와내조이최초라지히렌지인우가타니도리남제히바데공연자귀최초삼로혐모동니렌조呀老主错切脆来用打把的工人。嘎南京要兄林之松。同学们，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老主错大家去爹爹老爹他捏撒把爹到下兄这些。神情神情神情。严肃，严肃，严肃！教会，教会，教会！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爹爹，我记他念三半个钟月的，但我今年的进这一大啊。남주르잡내탑샤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再见。老主座，第二个老金的年长小李英，大地母鸡。